真正的要跟大家提起，平常我们都要好好的用心，好好的虔诚面对的普天之下，时常都说信要相信，信为道也，功德母啊。我们呢，时时刻刻都要虔诚啊，面对天地啊，天地是包含了整个宇宙空间众生的生机，不只是人哦，还要所有的生物，我们都要呢用关心的心，还要呢大空间，连山地草木皆有情，有其在经典都会有天龙八部，举头三寸有神奇。所以呢，最近都一次跟大家说要相信哦。那相信要用什么方法来相信？相信的范围很多，总那归来啦，总是呢，总是一念心。这一念心就是要虔诚，虔诚用爱面对了普天之下的一切，总是很简单的一个爱，爱心啊，善心啊，这很有爱的善念面对人间，付出，付出。无所求啦，尽我所能付出，人人都能这样，那天下都会平安啦。实际的系统不也就是呢，我们很努力的来呼吁哦，来请大家共同一个方向，这个方向啊，善道先多啦，爱心用爱的善道，把这条道呢开大道啊，这一条大道的名称叫什么？菩萨道，菩萨大道，人人啊要知道什么叫做菩萨觉悟，人人都要觉悟，但是呢，我们还没有到顶级的觉悟，到了顶级的觉悟呢，那叫做佛。因为我们还没有到，而且呢，我们现在才要学习，开始要学菩萨道，所以我们要虔诚。菩萨道要怎么走？方向在哪里？我们用心虔诚。过去的菩萨来人间呐、啊，也许你我也都是那过去与佛同住世，
当一个世啦。最近我都是看到了，看到我们的桌上有一个这灵鹫山《法华经》的道场呐、啊。佛陀要讲《法华经》，就是集中在灵鹫山那里说法，所以天天呐、啊，看到了灵鹫山的模型呐、啊。在桌子上面，时时呢提醒我要多讲菩萨话，要多多跟大家提醒，在末法时代，我们这个时候就是要赶快利用现在的科技，把法。把握因缘扑出去，期待呢，救抢救末法，让末法回头来就是正法，就是期待呢，佛陀说法，在我们的现在开始，把人人的佛性总是启动起来，那。听到也看到每周啦都有行政各个国家来汇报啦，有过去的历史，也有现在未来的，大家都融会贯通在一起。莫桑比克呢，大家都知道他们很穷，可是呢他们也都上线文化，那过去师父一直在说，提倡呢，如何呢？一把米积少成多，我们的一把米汇合起来，也可以帮助人。用这样的观念，无形的观念，变成了有形的教义。那我虽然穷。这一大堆米呢，也有我的分量哦，我也可以帮助人哦。这就是法，用方法来推动，如何呢？积少成多，可以做善事。菩萨们，这就是方法。佛陀来人间，教导我们呐、啊，要救济苦难众生，启发我们的智慧。人人都会有方法，所以呢，方法用在现在，很大的效用。期待大家持记经典呐、啊，好好的历史。入心，时常说历史，说你的过去，那就是历史；那说你的故事，就是瓷器的经典。所以，经者道也，道者路呀。所以，你甲大家人讲，恁伫咧行的路，甲大家人讲，你是行菩萨道。菩萨道就是安尼做啦，安尼修啦，这呢叫做菩萨心啦，幸福之道啦。菩萨们，成佛之道在你我之间呐、啊，我们可以从台湾呐、啊，那引导到国际间，看看现在国际间。多少灾难呐、啊！慈济人哪里有慈济人，他们哪里就有菩萨，及时动眼，及时去救苦救难，不就是吗？所以菩萨，我们呢还要再接再厉，现在已经呢路很广，而且呢是无尽头。
无尽头啦，只有这一条路，你们要不断不断的开下去。一个个国家呢，只要你有朋友，只要你有亲戚，只要你有儿女，你们呢，现在都要把握因缘，把天天你在做的传承啦、呼吁啦、教导引导，请他们呢，爱的能量去为人间付出，这才能照顾整个地球，才是永恒的生态健康。所以请大家用心，多用心啊。